大伙一鼓掌，我知道啊。嗯，您喜欢听相声。对了，演员呢喜欢说相声。哎，这就是因为爱好原因。就是我们说相声为什么呀？嗯，为让您高兴。哎，您高兴的同时，我们也很开心。那当然了。但是为了让您开心，我们可受了罪了。怎么受罪？打小就得学，下功夫呢。得下功夫。是相声演员更注重的就是基本功。对了，打小我们都七八岁十来岁开始学的，做科嘛啊、嗯，在台上摸爬滚打，嗯，跟着老师，后来自己在台上找经验实践。好的相声演员40岁走红都不算晚，这是规律啊，这是一个规律，嗯，挺难的，而且我们这行成才率很低，是吗？啊，你看这京剧啊、舞蹈、武术啊都好办，有章可循哦，唯独相声没有，是吗？一个人一个样。哦，每个人所能体验出来这个东西不一样，都不一样。你看学京剧学马连良先生，嗯，马派老生，对，你要不像马先生你很失败，那就不是说相声就完了。嗯，你跟谁学了，你要跟他一模一样你就死了。哦，这不行啊。你看这很奇怪。嗯啊，这个话到节骨眼多一个字您都不乐。对呀，少一个字您也不乐。哎，今天这个场合我剃这个头穿这件大褂，嗯，旁边站着他用的这个桌子碰见您这个观众，嗯，这话可能就乐。嗨，明天这几个换一样我改背头了说这个您就不乐。这太复杂了，就这么奇怪。嗯，1000个孩子学相声到最后说落下一个，嗯，那900来人不算糟践。哎呦，白填选。好的，你好的孩子干10年了，老师才说了，宝贝儿干点别的去吧。10年了不适合干这，不适合说相声。哎呀，还有比这惨的呢。还有什么？于老师到现在我们都没告诉他啊。我不适合干这。我就说这意思啊。您别说这意思了，说这意思，说相声，说相声难。嗯，可是说相声也简单。怎么还简单呢？我们这行也好蒙。嗯，哎，这不论是干什么工作，你说混到相声界你都能混下来。是吗？混好了可不容易。哦，你说你上京剧团，上京剧团，我跟您这儿搭班唱京剧，我没学过，你蒙不了。怎么？你看那4个跑龙套的都学了7年，武术界你敢蒙吗？我是练武术的，嗯，咵嚓一动刀，耳朵下去一个。好，芭蕾舞你能蒙吗？芭蕾舞，你外行上芭蕾舞那儿，我跳舞的，嗯，来个试试吧，垫脚尖3分钟，眼泪下来了。好，这也不行。唯独说相声的最好蒙，嗯，无论你干什么工作，你基本上能正常发音吧，是吧？嗯，能让人能表达出你说话那意思来，嗯，你对外说你是说相声，就有人信。是吗？这行最好骗，哦，会说。但是你说好了不易，是，太不易了，嗯，非得下功夫，对，不下功夫不行。我们都是打小学的，嗯，于老师打小10几岁进曲团学员班，是在后厨一直忙活着啊，就这个那么早进去没学相声干啥？他们看他适合干厨子，没听说过啊，进去就学相声，说学逗唱，嗯，这个学很不容易，是学是超越自我，哦啊，模仿别人，学唱啊，嗯，学表演呢，啊，学说话呀，学动作，什么京剧我们去看了，嗯，看人家演出怎么回事，唱念作答。学不了这么全吧，啊，一点皮毛是放到舞台上就是我们的节目，它就是素材了，是不是？嗯，舞蹈我们也看，对啊，话剧，嗯，电影都得看，看完了人这儿好，咱们能搁到咱们台上，哎，搁到咱们的节目当中，嗯，能表演，吸收营养。二人转，人这句唱得好，嗯，那这个包袱有意思，我们可以借鉴，对啊，你都得学，嗯，都是，我就比较喜欢看演出，哦，看完之后。回来也模仿也学，我最喜欢就是评剧啊。那好啊，评剧是咱们的地方戏，对，尤其华北东北地区大伙都爱，家喻户晓，通俗易懂，嗯啊，老太太们喜欢听，是能听得明白，哎，这大俗话吗？能听得明白，对啊，唱腔啊也很流畅。哎，其实评剧跟曲艺离着最近，是吗？早先的莲花落跟这评剧渊源很深。哦，曲艺的形式现在失传了，啊，莲花落没有了，没人唱。哎，唱起来好听。莲花落，莲花落唱起来好听，您给唱几句。嗯，这个50几年啊，50几年就失传了，唱起来是这个味儿的啊。您唱一下。我做男儿汉，志气刚，寻了一个老婆雅赛孙二娘，站着比我高位，坐着比我长，脚也比我大呀，力气比我强，打之骂之立下家法耶，舍死忘生，我要管教婆娘。莲花落，有点意思，没人唱了。嗯，
后来评剧就借鉴吸收了莲花落的唱腔，哦，这前身，哎，生旦净丑也是四个行当。对，我最喜欢的就是对儿戏。怎么叫对儿戏呢？生旦的对儿戏。哦，哎，这是评剧的擅长。是，评剧演了很多近代题材的东西。哦，包括清末四大奇案呢。哟，我是最喜欢的。好听吗？哎，其中有这么一出叫《杨乃武与小白菜》。呵，这是名段儿。好，对，电视剧也有，越剧也有，对，都唱这个。哎，好啊。其中有这么一折，很感人。哪折？杨乃武被屈含冤，困在监狱里边，人死了心了。哦，我不告状了，不打官司，打死我就得了。哎呦，姐姐来了。嗯，姐姐叫杨淑英。哦，你不能这样，你死了我们都活不了。嗯，兄弟，写下了御状。姐姐进北京传御状给你打这官司，接着告。监狱里边没有桌子，姐姐趴在地上，状纸搁在后背上。哎呦，杨乃武拿起笔来刷着点点写了一个状纸。嗯，一边写一边哭。评剧这点地方啊，有这么一段唱腔是尖板转快板，嘿，特别的好听。哎，很感人。那您唱一唱这个。哎，咱们听听这个。您鼓掌我知道啊。嗯 嗯我也愿意给您唱这个。好好好。但这个东西它是一半是做戏，一半是演唱。哦，我能唱这杨乃武，好，谁能帮我演这姐姐？啊，我啊，啊，行行，不是行，我不会唱。大伙儿让你来这个，我不会呀，你不用，你看，行，谢谢您，谢谢。我是我胆子倒是大，我敢唱，但是我不会，我怎么给您搭戏？记住了，一个说相声的，别跟观众们较劲。不是啊，大伙儿爱听，这是给你脸，知道吗？啊，这是，是，别跟他们学，你看，蹭着绷着呢。那您得教我呀。就一句话，那好学，兄弟，你就趴姐姐背上戏脸吧。就这么一句，就这一句，那行了。你这儿说完了，我抄起笔来，刷刷点点，那么连唱带折腾，好极了。不是主要听您吗？对对对，我就给您搭个架，把这词儿说要听。来你，兄弟，嗯，你就趴在姐姐背上写吧，对吧？好脑子，记住了，反正没问题。好，这就开始了。来来来来，哎，说吧，嗯，兄弟，你就趴在姐姐背上写吧。怎么了，唱啊？这个情绪稍微差了一点。怎么叫情感？这太平淡了，知道不圆润。哦，还得有戏。哎，跟真的似的呀。兄弟，你就趴姐姐背上写吧。我也得进戏。多新鲜，要用你干嘛？哎，好好好，这行，这再来再来再来。兄弟，你就趴在姐姐背上写吧。好多了。哎，这行了，比刚才强多了。你唱什么？哎，你就稍微的把这个调门再提高这么一点点，情绪再激烈一点。好好，没问题，来。兄弟，你就趴在姐姐背上写吧。嗯，比刚才又好了啊。唱啊，再调门再高一点，再高一点。情绪，注意情绪啊，表情啊。对，兄弟，你就趴在姐姐背上写吧。再高一点，高一点。来，兄弟，你就趴在姐姐背上写吧。这姐姐是打宫里出来的。您包庇我这声儿干嘛？您让我高的吗？这不是？不，你不能这样，急聊急聊的不行啊！谁那个？你就来，就这个往回退一点就行了。来，开始了，来，我来不了这个。您唱不唱？主要听您吗？不是？行行，我也歇差不多了。啊，这歇着呢。来。就来了啊，开始啊。来，你这一说完了，我拿起笔来刷刷，咱们就开始了。来来来，好，没废话。来来，兄弟，你就趴在姐姐背上写吧。趴下，怎么还真趴呀？你这站着跟我跟趴墙上写有什么区别？你说完这句话，你啪你就扔这儿了，啪，知道吗？我还有那么大声，我啪一下还得趴桌子上也行。哎，就趴这儿，就这儿，就这儿，好好好，嗯，来，兄弟，你就趴在姐姐背上写吧。姐姐，你压着我这杆笔了。我以后这你早拿出来成不成？对不起，对不起。这个您这，咱这就开始了。从没废话，来开始。兄弟，你就趴在姐姐背上写吧。八道，苍黑长的浪，苍隆咚，一个隆的苍。
故事发生在清朝，当时在浙江省余杭县。等会儿你先别说了，别出了这么一件事。等会儿吧，等会儿我介绍一下。甭介绍剧情了，没有啊，这都趴着快死了，这儿了，是吧？啊，怕他们有不知道故事的。没有，这都熟，都知道，太知道。那我费这话干嘛呀？赶紧来吧，来，兄弟，趴在姐姐背上写吧。黑苍狼苍龙咚一个龙的苍。杨乃武这人不错，知道吗？打小的时候老师就说了，呵，这孩子没这把相灵啊，什么灵啊？啊，别说都知道。介绍男一号吗？不用不用不用啊，这都知道。来开始，兄弟，趴在姐姐背上写吧。啊，小白菜也不错。别说了，尊呢？这小白小冬瓜这算完了。行，那叫小撇了就不是？你还唱不唱了？没问题了，没问，赶紧唱。这男女主人公都介绍完了啊，是，就我这累着呢，这就开始了。赶紧，兄弟，趴在姐姐背上写吧。一个龙的苍，于老师也不错。这别说我了，说我干嘛呀？你这里，你唱不唱？我这趴着呢，我这个心情你是明白的。我这没有心情了，这都快死了吗？没干，这就开始了。这赶紧，没有废话了。废话了啊！本来还应该再介绍我一段，就算了算了，没有没有了。来，趴在姐姐背上写吧。黑苍狼苍隆咚，一个隆的苍，听好，写便中。江南郡杭州府布满乌云，我本是奉公守法一文举刘系统，官保私仇害良民，边保监顾私刑，官官相护举府堂举都市，不知杀人胡瑞兰，奉旨巡查江南郡，不知贪了多少银覆盆冤，千古恨，可怜我居家大小命难存，冒死含冤求财神，要把这江南的贪官别动风卷残轮呐。这是杨乃武写状啊，郭德纲杀猪。